海95后潮人已经从排队喝咖啡变成了排队喝茶，越来越多的新式茶馆在上海破圈，这几家当下潮人最爱去的茶馆赶紧收藏起来，一一开集，解锁喝茶的新方式，对瓶吹，千杯不醉。酒精过敏人开始喝胖了，茶盒做成唱片，茶盏变成酒杯，以年轻的姿态把传统茶馆回归到城市生活。二 T-Stone 从深圳火到上海的新中式茶品牌，有茶界博物馆之称，108种纯茶，像女孩子挑口红色号一样多。喝女人煮茶的小哥哥小姐姐颜值都超高，茶的名字也很有趣 PPT， 不知道会不会像打工人的 PPT 一样令人又爱又恨。我开始焦虑了。三共生堂有会教你泡茶的小姐姐，感觉魂穿梦华录，秋天围炉煮茶，烤柿子，烤年糕，临窗而坐，真的很惬意，主要为了拍照。生活有茶香，灵魂有茶气，一人一座一杯茶，偷得浮生。